关于这边隧道的长度，我上个视频说它只有460，实际上它是4600的，而且这里面没有灯。出了这边隧道以后是豁然开朗的，隧道那边是乌云密布的，这边就变成晴空朗朗了。关于西藏这边建房子，海拔越高，这些房子修建的也就越简单。以前都是土坯房，现在的话有砖瓦了，一般都是砖瓦房，上面盖一层薄瓦。海拔越高，天气也就越凉快，所以他们本地人就在海拔高的地方修建了很多的一些帐篷、一些小木房，所以附近的内乌齐以及昌都的人就来到这些地方去避暑。我今天好像跟雨有仇，离开昌都的时候下了一场雨，然后在朱古寺的时候下了一场雨。看一下前方，前方的乌云现在已经开始密集了，估计再过不了半个小时又要下雨了。看一下前方的云层，我估计前方的云层我要钻过去，不用等半个小时，钻到底下10分钟左右，雨估计就已经要下起来了。这天气下雨，再一再二再三的。看一下前方云层，坏消息是马上就要下雨了，好消息是我要往左走，不去内乌齐，往左走，说不定往左走那个方向是晴天。还真是，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峡谷往前走是晴天，但是这个云层就在我后面追，希望不要追太快，过了前面那个山口的话，差不多应该都是晴天了。看一下眼前的房子，眼前的房子才是西藏的特色。西藏特色的民居不是你们在西藏的大城市拉萨那区所能看到的高楼大厦，眼前所能看低矮的房子才是西藏本地特色的民居。前面的就是山路18弯，翻过那个山的垭口，差不多就开始一路下坡了。但是我的车在这边已经开始高反了。因为我的车排量只有150的，所以一遇到这种海拔大起的上坡路，就要挂着一档死个劲的往上跑。我算了一下，从底下上去的话大概是16个弯一共。我现在已经到了这边山顶垭口了，他们这边一般会在山顶垭口挂了很多的一些经幡，那些经幡都是祈福的。这个峡谷就是我刚才上来的路，那个乌云已经追着我追到这个地方了。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看到这一圈四周山顶垭口的一个风景的，但是这个垭口它并没有名字，这个地方就是这块的山顶垭口，但是这个垭口并没有名字。我在这地方简单的测了一下海拔，这个地方的海拔大概在4800多一丁点。在这个垭口的附近有很多的一些海子，地图上查不到这些海子的名字，估计这块区严格来说它算是一块湿地，这边养的有一些牛羊，他们就是来这个地方喝水的。这边的湖泊的形成主要是前方塔念塔翁山冰川融化所能形成的，要么就是地下水侵蚀形成的，而且这边的湖泊都是连成串的，就像珍珠一般。其实除了这种冰川流水而形成的湖泊，在整个塔念塔翁山的周边的山顶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冰蚀湖，就比如说眼前所能看的那块区域，它里面是有两块冰蚀湖的，只不过那边距离太远了。在我前方有一块地方是有个冰蚀湖的，距离我大概5公里的地方，可以飞一下无人机看一下。我在卫星地图所能看到的冰川侵蚀湖就在我的左侧山体那块，但是我测了一下那个地方的海拔在5200多，我走过去的话估计要走2-3个小时，所以我要提前先飞一下无人机看一下。片头所能看到的那个航拍视频就是我那边的那个冰蚀湖，我原本是准备走上去的，但是后面的暴风雨来了，我估计还没走上去就会被淋成一个落汤鸡。接下来要赶快跑了，再不跑的话是真的淋得全身通透了。刚才遇到两个摩友，他们是跟我逆着反方向而走，我估计他们到了那个山顶垭口肯定会淋得全身透透的。前方那个地方就是郭庆乡，郭庆乡的话是我今天晚上最终的落脚地了。看一下住宿价格怎么样，贵的话只能随便找个地方扎个帐篷了。他们这个镇上双人间要200，虽然有便宜的40-50的，但是他们本地人一年洗澡不多，所以整个床单被罩全部睡卧，我就找了一个废弃的盗班。在这个盗班它旁边有个铁皮房，摩托车可以放到里面遮风挡雨，然后再找个干净的房间，就在房间里面直接就扎营了。今天露营地这个地方没有水，所以只能烤一下清清肠，那个是在昌都买的，买了8多块钱的肉。
这边是八宝粥，这个是腊肠，这里面是腊肉，这个是清清肠，也是海鲜鱼丸，这个是可以烤的。来西藏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带高压锅，但是这个煎盘不能带。这个煎盘怎么说，你煎一些肠或炒一些菜还是可以的，这个盘不仅可以煎还可以炒。因为在西藏这边海拔高，你那个水的话沸点不够，也就80多度，但是它的热传导还是正常的。还有一件事啊，就来西藏一定要带一些厚的衣服。我带了一个冲锋衣，有外套，有内胆，衣服是可以的，还有一件雨衣，但是我的裤子没有带太厚的。鞋的话带的也有，我屁股下面做了一双鞋，但是我一般喜欢穿拖鞋。昨天晚上这边的温度只有6-7度，昌都那边的温度的话只有6度，但是昌都的海拔只有3500，这边的海拔是4500，海拔上升1000米，温度降6度，也就是说昨天我这边温度接近于0度。哇，烤馍香就已经出来了，差不多好了。看一下，煎了两锅，这边一锅，这边一锅，然后三种调料，辣酱，这个是沙拉酱，那个是番茄酱。这边不能轻微动，一轻微动容易喘。现在已经弄好了，先尝一下这个番茄酱。咦，我这个海鲜丸清清肠的成本是昌都买的，昌都便宜，7块钱一斤，然后买了9块钱的，可以做两餐。Oh my god！太爽了！这一份清清肠，西藏这边炒肉菜，平均一份肉类下来的话，差不多要40-50块钱。我这边只要4-5块钱。这个馒头是在老乡那个地方买的，1块钱一个，还是最便宜的。之前有问过其他地方的馒头，都要2块钱，这么大一个。这是补充肉汁的。我带了一个高压锅，然后到时候会稍微煮点米饭，把那腊肉切一下，直接放到里面，高压锅一焖，腊肉米饭就好了。还有香肠，完蛋了，肠吃完了，这个馒头焦糊了，1块钱呢，先放着不收拾了，明天早晨可以再把另外一半给吃完了。看一下录音的地方，那边有个窗户，这边底下有两块门板，是这样的，可以防潮，哪怕今天晚上是零下也不怕的。那边还有一个门，钢蛋在此一游，看来以前也有人骑行过这条线，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住宿过。我之前有说过我的线路，就是从邦达往北过了邦达机场，直接转39中线，后来的时候绕了一下昌都，绕昌都的主要原因去审车。但是我中国今年五一的时候开始了跨省摩托车，6月1号的话即使没有过户
用我购买的那个我的身份证也是可以审车的，但是我没想到昌都这边审不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就走349去那曲，看一下那曲能不能审，然后转拉萨。如果说那曲跟拉萨要不能审的话，真的有点小恶心。他们这边的车没有车牌是可以加油的，他们有加油卡，他们的加油卡是绑定身份证的，可以去派出所办。但是我接下来的行程要去趟新疆，新疆那个地方要没有审车的话真的很难受。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海拔是4500，你们到了海拔4000以上千万不要乱跑，我这边稍微走两步就有点喘，如果说你们要跑的话比我喘的还会更加厉害。这个帐篷今天晚上外帐挂不挂无所谓，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面都是两边抵着的，风进不来。今天晚上就这样吧，明天的话我帮那边稍微收拾一下，然后说不定下一个期我还会经过这个地方。今天就这样吧，明天的话这边的话在这个区域周边有5个海子一个温泉，如果说明天不下雨的话我决定泡一下温泉，然后在里面看一下5个海子。今天就这样了，拜拜。